哎，店长，今天的小帮手来了吗？今天会有小帮手。Aloha！ 哎，哇，我们的小帮手，男手，哇，好帅哦！哇塞，好帅啊！我想说，张立东怎么会变了个模样？这是佑佑吗？不可能吧！哇塞，我是今天的小帮手。哎，不是佑佑，你是经过还是？我经过啊，所以你到底就走了吗？对啊，我那就走，我就真的拿个东西来，然后给你们做个员工餐。真的，耶！小心，等到。Yappy， 好帅哦！哎，悠悠，圣诞节你真的一来，你又造成了我们这边的轰动，好棒哦！我没有心情上班了。你等一下进来厨房。我在厨房吗？你一定要进来的。他会准备员工餐。好，那你先准备员工餐。老哥，悠悠比你帅哎。啊！开玩笑的啦。悠悠比我帅，我知道，我们认识很久了，我知道。不要刁我，温柔。我不会刁你。好开心哦！今天真的好开心。太夸张了吧！有大荧幕感，太夸张了吧！因为上次开店，那个康哥比较开心，康哥在那边看瑶瑶，也是蛮开心。我没有看瑶瑶，没有，怎么这样？我是看他要不要帮，我是看他要不要帮嘛。你现在是不是燥热？整个给他开。我是二号小帮手，我们的店火起来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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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哈哈！哇，来了，好帅哦！哇塞，你终于等到，你终于等到，我突然觉得空气变好好，空气好，今天一点都不累。有没有冰水可以喝？啊，这里有冰水，太积极了。你可以喝，太积极了，好快，再赶一下还是好快。你不要跳，摔下去哎，好不正常的人哦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花枝乱颤，哇，跳得好开哦，对，现在在我眼中，我觉得亚伦已经不帅了。